啊，我要那个啊，那这个也是米线对不对？是面条。啊，面条啊，那个是什么？哪里？是第几个？你要一个好了。第几个？你说的是？第三个不是是不是？炸酱面条啊。啊？是啊。炸酱面条。啊，那我。这个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？面条。面条。嗯。啊，做一个好了。带走是吧？带走，我还有你帮我带那个走，可以吗？那个是他们的。是吗？但是我可以给钱给你帮我带走啊。不要不要，他过来他会给你装在盒子里面的，动他的碗不好，他过来他会给你装在盒子里面。好好好。明白了没有？好。